记得锁好门哟。我们这几天啊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发放物资给灾民。这张纸上有清单，你们熟悉一下啊。大家一定要拿好对讲机，统一行动啊。 是前来支援的志愿者，辛苦了。后面车上是我们带来的赈灾物资。哎，太好了！大家赶紧下来，把物资搬一下吧。来，先拿什么？这还有，没事。志愿者带来的生理盐水和消炎药到了，来，大家帮帮忙，赶紧搬到里面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 这部分血管太细了，行吗？要不等一下，我操！病人大出血，必须紧急处理。继续。 Thank you.
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们是志愿者，来，大家赶紧下来集合啊！到时候你们两个去那边帮物资啊。帮我检查里屋，注意安全。有人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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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有个人，小朋友，你能动吗？今年几岁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瑶瑶，今年五岁半。好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我去找担架，听话。五岁男孩意识清醒，但柜子砸中下半身，不知道有没有伤到脊椎。小心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小朋友，没事啊，别怕。慢点，我先把你弄出来。小心，小心。小朋友，别乱动啊。我们伤到脊椎了，小心！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们先出去吧。小心！你怎么样？疼不疼啊？啊！没事，快出去。小心啊，他这个腿受伤了。你们今天走了？不清楚。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别担心我。来了医生，你快去吧。手术结束以后，你要是没走的话，就在这等我。又一次看他的背影，我恍然明白，他也只是个凡人。可一旦穿上那身白大褂，就如披甲上阵，而我愿意追随他，竭尽所能守护他的使命。通知，因为刚才余震，前方道路被封锁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原地待命，等待道路修通再走。收到。
太远了。我说过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从不食言。倒是你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我找公公司来看你不行啊？我想我万一见到你，没想到真的见到了。那就说明你们注定会遇到彼此。本来我想回去了，再找个机会跟你说。既然你都来了，我就等不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上面什么都没有。等我一下。我送你的三封情书。粉色，情窦初开的小女生都喜欢这种颜色吧？那时候小男孩是不是都这么写情书？我那会儿学楷书。你说你是十一班的从容，但我还没来及告诉你，我是九班的温少卿。你就转学走了。白色，上大学的女生是不是都喜欢这种颜色？女生的白裙子，男生的白衬衫。上大学那会儿我学情书，如果我们在大学相遇的话，我还算你师兄呢。师兄跟师妹不是一向都有奸情？上大学自时读了几本书，所以连表白也书卷气十足。银灰色，成熟稳重，做了医生，病历写多了，就用了医生的惯用字体草书。到了现在这个年龄，如果再写情书的话，大概就不能酸溜溜的写什么情啊爱啊的了。有担当的男人该给女人是一生承诺。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啊？上次你不是说希望有喜欢的男生给你写情书？我以前就想啊，如果被喜欢的男生送情书一定很浪漫。别看了。所以你答应我？你为什么会喜欢我？喜欢就是喜欢，又不是逻辑推理，非要一步步推算出来。不急，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的。出发，出发！同志，路通了，我们赶路了。
像命中注定。那你小心点啊。首批志愿者将接受表彰。同志们，战斗已经胜利了，我们拍照啊！来，准备。好，左手举起来啊！耶、yeah ！别动。什么时候能见到你呢？你等一下。表姐，我想死你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他送我回来的，说要见你。表姐先借我用，反正你们一会儿大把时间快啊，我先耽误几分钟。表姐，给你我抢的新年礼物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看看，什么意思啊？就一指南吗？哎呀，看这里。表姐，你喜不喜欢呀？这十二个人可是全院票选出来的，是不是把马大拍得特别帅？还行吧，我又不是没见过。这个不是人人都有的，是我抽奖抽来的，我可是放弃了卖高价的机会啊，来孝敬你的。谢谢你在我妈那儿的三寸不烂之舌，我才没因为去救援的事儿被她念叨死。长大了嘛，知道回报我了。嗯，那是。所以你记得过年的时候给我包个大红包啊。哦，好了，不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了，表姐再见。老大，拜拜。还看，比真人还好看吗？我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么性感的一面。不止，我还有感性的一面。哎呀，哎呀，回来怎么就这么不是时候呢？啊，让一让，你怎么就不知道让一让？你养的狗当然随你。这你看起来还行啊，看来救援挺顺利的。还好还好，多亏有你惦记。要不您二位继续。走吧，让一让。走，回家。这边。去我家。哎，你俩干嘛去啊？让一让，你先去我家吧，我拿东西去了。哎，你们房间里有。灯泡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帮你看房子，我肯定在这儿。啊，看来来的不是时候。啊，没有。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的任务都已经圆满完成了，就不打扰二位的二人世界了。我走了啊。就不打扰你二位了，住好。让一让，不留下来吃饭吗？老假惺惺的，留着自己慢慢吃吧。哎，对，老闷头让我提醒你，过年的时候不要忘了给你奶奶买蓝色的蝴蝶兰啊。要不，我们还是先吃蛋糕吧。怎么了？我就觉得两个人能一起经历生死，
即使见不到对方，也要无限靠近彼此的感觉，真好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双宿双栖，比翼连理，对吧？羡慕了。那你知道双宿双栖、比翼连理的重点是什么？不抛弃，不放弃。是两个人，一对儿，一双，而我们就比较特殊了，我们只是双份的一个人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想说我还没有承认对吧？给我打一个圈。所以呢？我以为我早就默认了。那是你心里的默认，我可不知道。原来你这么在意这件事情，就这么喜欢我？废话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去玩啊，我的男朋友大人？什么出去玩啊？啊，你上次可都答应我了，我都记在手机里。我答应你去哪儿了呀？街心公园。周成成搞了一大桌子菜，也太贴心了。我都好久没有好好吃饭了，压缩饼干都吃到吐了。你怎么不吃啊？看你吃我也能。丛容，今天去我家过年吧。今天我爸妈正好也回来，你就当见家长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认真的。这么突然吗？可是我行吗？我喜欢的人怎么会不行呢？我是说，我是他们喜欢的类型吗？你看我这个头发行吗？我这个衣服怎么样？我要不要换一身造型啊？不用，你什么样他们都喜欢。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同意了。我想说，你反对？不是，衬衫地上油了，洗不掉了吧？衬衫就放心交给我好了，你就把你自己安心交给我就行。妈，我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。啊，不是，你别吓我呀，没出什么事儿吧？不是不是，我今年不能回家过年了。啊，哎呀，哎，是不是打算到少卿家过年呀？那太好了，这是好消息，怎么是坏消息呢？你过年可见不到你可爱的女儿嘞。呀，那有什么关系啊？哎。以后啊，你们俩结了婚，就两个人一起回家过年了。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话说，有什么打算了啊？啊，还没呢。你怎么还不打算呢？那你脸红什么呀？啊，快点告诉妈妈，怎么样了？进展到哪一步了？少卿有没有跟你求婚了？那我什么时候能够抱孙子呀？啊？哎呀，你那么闲，你好好照顾照顾蒋爸。你给他做顿好吃的。新年好。新年好。我们走吧。真是，很紧张吗？还好吧。深呼吸。是人下意识地激活了副交感神经系统，释放压力的。怎么办啊？我紧张得要顺拐了。没事的，你就像平时一样就行。咱们就吃个饭，我家里人都很随和的。快到。
抱着你的家属行动。啊！哎，奶奶，奶奶。慢慢走，慢慢走，不急不急。奶奶你好，我叫丛容。奶奶，这就是我经常跟您提起那个女孩。真好，长得好看，比照片好看。您也好看。我就是你们年轻人说的，精致的，猪猪老太太。啊，差点忘了，这是给您的礼物。对，奶奶，丛容知道您喜欢蝴蝶兰，特地找来。哎呦，真是有心啊！这个颜色特别难找，他爷爷叫我找了好久了，我都没找到，真是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哎，也真好。他平时更好，今天有点紧张呢。紧张的好啊，紧张了说明在意你。来，快进来吧。走。啊，我去拌点饺子馅，你带着他去见见爷爷。爷爷呢？在做市政建设。是啊，嗯，这块地皮位置好，我要了。给您把楼盖上。嗯，好，给您了。哦，3500分。3500，给您。哎，不够不够。五。啊！我就说吧，今天我要把牢底坐穿了。这有什么意思啊？这不就教人有了钱以后买房买地吗？有意思。爷爷，你可别理他，他就是羡慕你心态年轻。蓉，你咳嗽来了。叔叔，这就是丛蓉，我跟你说过了，这是我最好最好最好的闺蜜。哦，叔。爷爷新年好。新年好，新年好。快坐快坐。文让，沏茶去。沏茶去。啊。快坐快坐。爷爷，嗯，我给您正式介绍一下，丛蓉，你女朋友做律师的，帮你打过官司，刚一起救援回来。哎，是不是你追的人家？爷爷，您是神算子啊？程程啊，不时的在我耳边叨过，想记不住都难。就会王婆卖瓜。叔，嗯，这回见着活的了。觉得我们从容怎么样啊？嗯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这孩子就是太瘦了啊！来，让爷爷看看。来，闻闻够不够？嗯？你说什么？少了你还行，不能喝那么浓的茶。来，闻闻够不够？够了，行，你说够就够了啊。跟他学，能吃能喝。哎呀，我没有那么能吃。还不能吃？全世界第一杂食动物就是你。哎，来喝茶喝茶啊，喝茶喝茶。来，让一让泡的茶。现在让一让都会泡什么呀？让一让要咬人呢，把座位给我让开。乖，让一让，快倒茶。我们家小辈儿啊，我和他奶奶一向是不插手的，啊。但是少卿呢，以前从来不带女孩到家里来，这次可不一样了，把你带到我们家里来过年，肯定是认真了，啊，我们和他爸妈商量了一下，给你备一份见面礼。爷爷，这礼物太贵重，我不能要。哎，收下收下，长辈的一点心，就拿着吧，拿着吧，打开看看。好像是蓝珀，哎，琥珀的一种，这刻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就不知道了。貔貅，是碧砚，龙生九子，第七子就是他。古代官衙大门上都是碧砚衔环，据说他可以明辨是非，秉公断案。嗯，说得好，说得对，那就是特意给你准备的喽。谢谢爷爷，我会好好收藏的。哇，厉害了，我有九个儿子。那他是不是最疼小儿子呀？你喜欢啊，我送一个给你，特别适合你。好呀。来来来，包饺子啦！包饺子了。帮奶奶包饺子去啊！来了吗？啊。
我们一起帮忙吧。走。爷爷，我们去吧。哎，去吧，去吧。林教授，林教授，行李帮您搬进去吧。不用了，我们自己来吧。院长安排得很仔细，代我和夫人谢谢他。对，这是一点心意，收下吧。您不用这么客气，这是我的工作。哎呀，你拿着吧，今天是大年三十过节，让你那么辛苦来接我们，快拿着吧。就是，拿着吧。那就祝您新春大吉，阖家幸福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慢走啊，爸妈。走吧。哎呦，儿子！哎呀，儿子！飞了十几个小时，累了。不累，见到你就不累了。哎，这是从容吧？伯父、伯母，你们好，我叫从容，快进屋了吧，外面冷。行李我来拿。不不不，走吧走，我来拿，我来拿。来，儿子，来，爷爷奶奶都等齐了。哦，太好，来。辛苦了，伯母。挺好的吧？辛苦。新年快乐！爸爸妈妈，身体健康。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。祝孩子们事业有成啊！来，干，来，来。哦，冻块了啊！你这等着我们，快点。筷子啊，年轻人胃口好，多吃一点。让让少卿，啊，照顾着女朋友。听见没有啊？你让你照顾我。领导，领导，这没到时候呢吗？等吃完饭再给你找健胃消食片啊！我自己可以。奶奶交代的任务。这次回来过年，能住多久啊？我们这次回来啊，嗯，就不打算再走了。对，真的。对。国外啊，毕竟不是我们的家，心理上啊有一种漂泊感，所以啊还是回国好。好，好。国内现在的医疗技术不错，投资基金呢也很充足，所以呢我们俩仔细商量了，就把这个。人事关系啊，已经调回云界了啊！爸，你回神外了？对啊，对啊，你妈回胸外，开店以后啊，咱们一家三口就可以在医院碰面了。不欢迎？来，恭喜呀！恭喜恭喜！相信你看，你也有今天啊！哎，岁数也不小了，嗯，别再在外头折腾了，嗯，什么成名成家呀？都是其次，一家人在一起最重要了。家和贫也足啊，说得好。哎呦，对，我特别同意了。嗯，哎，不能说了，爹的观点了。非常恭喜哥哥嫂子荣归故里，从此以后，你有你爹看着，我有我爹看着。我这心里可就平衡多了啊！欢迎贵哥！哎，谢谢。嗯，哎，大家快吃菜啊！包的水饺。哎，快吃菜，快吃菜！菜都冷了，这谁包的饺子？快吃啊！这个像猪的是我包的，我认识。哟，啊，这儿了。老妹儿，哎呀，哎呀，那个猪活了。哎呀。
尝尝我妈做的啊！您吃啊，蛋姐，哎，我吃，我吃，我吃，来，来，多吃点儿，来，你们俩多吃啊，好嘞吧？这个好，哎，别说话了，小军，你们吃这个。我就说你一点不听话，我怎么不听话了？我多听话呀！年前和你打的赌啊，自己开书店，然后找女朋友，你说我哪一个没有达成？你看，三星高照，最左边呢是寿星，中间是禄星，右边是福星，好看吗？好看，伯母，我还以为是温少卿呢，这衣服您披着吧。你披着，我穿的多。怎么样，在这儿还适应吧？挺好的，一家人和和睦睦的。你是不是第一次在外边过年啊？嗯。不过我会跟他们 FaceTime， 不想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空巢老人。少卿跟我讲了你们两个人关于一棵榕树的故事。他连这个都跟你说了？嗯。他那么喜欢上学，原来就是在等你。他呀，真的是很喜欢你。你也很喜欢他吗？嗯。作为男朋友的他，作为医生的他，我都很喜欢他身上的正直、淡泊、自律、同理心，每一点都很好。伯母，看这么多烟花！哎呦！这个开心了吧？这景观是不错啊。我小时候就喜欢搬着桌子在这个阳台上做功课，等吃饭了他们就在院子里叫我。你童年可真幸福。妹妹现在幸福。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的家人们对我很好，你也很好，因为他们相信我，我喜欢的人一定好。那一个瞬间，我心不在焉。雨会让我看清的线，梦境真实的细微。你多美，你都没发觉。感谢时光缔造的一切，亲密感是凝望你的眼眸，终于彼此双手。焦点间交错，亲密感是觉醒你的温柔，挥之不去的笑脸，每秒都别再遗漏。
场烟火的公园，每句话刻画在心间，想陪着你慢慢穿越这个夏天，情绪渐渐，原来你暂时走开的那一个瞬间，我心不在焉。雨会让我看清的线，梦境真实的细微，你多美你都没发觉，感谢时光。